点心了。爸爸，然后下来扭到脚。章鱼烧。爸爸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吃，然后等爸爸。爸爸在外面，因为我们先。我们来送东西，来找朋友送东西，然后呢，先吃完，我们再去。我们今天要去找婆婆。阿婆。嗯。我们在找吃东西，爸爸。嗯。嗨嗨了。嗨嗨，快点。妈。嗯嗯，拿，快点。什么生物的软糖？嗯，这个好吃的。好猜的，嗯，这是玉米的，你看里面有玉米，我知道啊。哦，没弄弄。章鱼烧每个章鱼烧都一定会有玉米。来，看你。以前我没有拍个片子，就是有吃章鱼烧。嗯，快点看。嗯。哇，狗狗爱吃，好不好？嗯。爸爸在外面。那是。明吃章鱼烧，看，好好的给你，看，这三个是你的。还有梅子原味，啊，墨西哥来吃一吃。阿姨。这是什么酱？哦，这是墨西哥。墨西哥 ，Luna 可以吃吗？不行 ，Luna 可以吃原味的。哦，原味，上面有写原味的。哥哥很厉害，在吃海苔的。你要原木要吃吗？妈妈，这个我吃完，我这个就变第四个。嗯，因为吃完了，还有阿姨送他这个，他整个看到这个他就很想吃。很想吃，然后看到这就想跳舞 ，baby。我就流口水呢。小嘟嘟，又嘟嘟嘟，嘟嘟嘟，又嘟嘟嘟。耶！对对。嗯。好吃的。要吃吗，奶奶？嗯。要。那爸爸妈妈觉得我们可以吃再吃。嗯。但。不然就给妈妈给你吃。对的，我们慢慢吃，好不好？那是更好吃。哥哥超级棒的。对啊。嗯。你吃一个吧。好，吃一个。吃一个吧。怎么不要？他是说哎呀。他现在很坏。梅子的口味。阿姨的生日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好？好，我墨西哥有辣。好，嗯，你吃完吗？反正我先不要让妈看到。好，对啊。没看到就会超级疯狂。下午茶。嗯，来，看看，看两张辣椒。对啊，它是美食。要不要一个？两。你真的很难搞。哎呦，难搞小公主。难搞小公主，真的难吃的。妈，只可以拿着，不行吃，拿着就好。对。然后我们吃。
要去找婆婆了。嗯。你吃后面，你不吃就去后面。看婆婆又很乖，你吃后面。乱要。好哇，这个好棒哦！真的好棒哦，他吃完一盒。他吃四颗，很棒。来，吃完各一个好不好？嗯。一个小朋友一个。好，你去后面才有哦。去后面坐好才有哦。你可以选。我也要。宝贝。干嘛？你去后面坐好才有。先等奶奶。要坐好了，等一下准备开车了。妈咪，没关系，先等奶奶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先坐，这个一定会挤出来。没有，我先吸。嗯，你要吃一半。哦，这是 yogurt 的，yogurt 的好可爱。那那那 ，yogurt 的还好。哥哥要一个吗？要。好。当然要。哇，它是草莓 yogurt。妈妈想要草莓 yogurt。没问题，因为这都是草莓 yogurt。哦吼。妈妈，我可以自己吸汁。怕你低汁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，主要是怕你低汁这样子。对。其实喝完上面的汁之后，只要吃完果冻还有汁。对，娜娜，不是这样吃，吃上面这里。对。嗯，好。嗯，它每个有吗？它只是口味不一样，然后每个里面都是玉米。对。对啊，通常都是这样子啊。没有。有分吗？有些里面没有加玉米。哦。有些里面是那个。原味的是一定会有。章鱼。因为要让它里面比较有东西，章鱼那些的。哦。OK， 还有一个。你吃，我吃超多的。我们。三个人各吃一盒，六个，十八个。后面在吸成这个样子。对啊。完了。吃完了。嗯。哥哥就很安静。对啊。哥哥怎么这么安静？妈三年，干嘛还要？确定没有。还要一个吗？不用了，好，妈妈一天吃一个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了。哥哥怎么那么乖？对啊。妈妈，吃章鱼要把放那边，吃完。好，那吃完。其实猫也吃那个鱼柴，不是叫鱼柴吗？出发去找婆婆喽。柴鱼。柴鱼。